当然呢，也谢谢这么多的老板哥哥姐姐们在场，我们等一下真的要好好表现。哇，感觉是一个考试的感觉，考核啦，啊、对, 对，过了这一关之后，以后就比较有的冲了、啊，对对对、啊，这个是个难关，啊、但是我们关难过，关关过 ，OK， 对对对。接下来这一位真的是不得了了，他可以是说是闯关的魔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各个的歌唱比赛啊。过去就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大部分都是比赛去参加比赛，而且是魔王等级的哦，不是一直晋级哦，所以他不是去参加比赛，他是去 PK 啊，就是人家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之后，他上去直接把他拍垮了啊！哇，这个专门在博收视率的啊！而且这一位他不是别人，他已经加入我们的彬彬家族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我们彬彬家族的师弟啦，他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们的陈思维。掌声鼓励陈思维，大家好。
续带来三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。接下来紧接着带来这首歌曲，对我的生命也非常有意义。这首歌是张雨生的歌曲《大海》，送给大家。
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。